里是一个孤儿，从小生长在孤儿院里，现在只能靠着自己卖茶叶蛋赚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但随着 Seven 的便利商店的兴起，茶里的生意越来越不好，连基本的需求都快不够用了。茶叶蛋，茶叶蛋，我要吧。我也要买茶叶蛋。我要买一打。今天只做了四颗，缺一颗卖不出去。我想吃茶叶蛋呢。茶叶蛋，茶叶蛋，其实我都可以摘给你。只是何况是一颗小小的茶叶蛋呢。小子，一个多少？我一个。先生，你看我这个茶叶蛋啊，跟那个什么切的可不一样哦。这个是料，从非洲的塞摩洛哥的卤汁配上了。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国的高山茶叶，经过7天49小时，用我的爱心和我的用心熬制而成的茶叶蛋呐！阿尼，我真的好想吃，帮我买一个。小子，不要讲那么多，来一个。来。来，50给你，不用找了。先生，怎样？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个茶叶蛋可是要从非洲的塞摩洛哥的乳汁配上了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高山茶叶，经过7天49小时熬制而成的，才给我这么一点点。好了，剩下再给你50啦，这样够不够？够了吧？先生，先生，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啊？这个茶叶蛋可是要从非洲的泰国的乳汁配上的。啊！不啰嗦的。到底多少钱？就500啦。500。500？你真的以为我会花500万跟你买这什么茶叶蛋吗？还你，不买了。小千金。我们走，我们去买7-11的茶叶蛋。其实我想要吃那个从非洲来的塞摩洛哥的乳汁配上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国来的高山茶叶，经过7天49小时熬制而成的茶叶蛋呢。Thank you.
小青青，你下次喷 ，Darling， 你下次甜心，难道圣诞节就没有别的名词了吗？亲爱的，不好意思，在圣诞节这种日子里，还委屈你吃这种不起眼的食物。哎呦，哈尼，没关系啊，跟你在一起养生面，就想在法国玩的两个。好像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这些成双成对的，你这样想的吧？我好想一个女朋友。肚子好饿。你要吃面子还在。